陈志远先生永远帮他大包小包，很像哎呀。他我老公不行吗？人动汉嘎就是刮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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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公 OK 啊，对呀、啊，老公爱他嘛。还有一个还指挥他多可怜，半夜假日叫快递，因为我们公司有配合快递，他说帮我从 A 点送到 B 点。我说小姐，现在晚上夜间已经400不好意思，我跟我的师爷大聊一下。哎，他们公司有快递很屌嘛？好像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我们衙门，我们有没有请快递啊？我们有，我们快递还是天猫的嘞。重点是说他不知道这个生态，假日也叫我请快递。我说我真的没办法，要不然我建议他叫计程车 A 送到 B， 不啦不啦吧。然后说好，算算，不帮我就算把他挂掉。然后我后来关心他嘛，还是朋友，我关心他说，那你最后叫谁？哦，我老公。人肉快递，哎呀，从那个店里、啊、教你，你也是公主啊，你也公主病啊，叫你送你不会送啊。我在上班，是朋友，找到另外一个公主了，罪名成立，把那公主也抓进去了。喂，我下去斩了。大人抓死哪位公主？两个一起抓走，两个一起抓走，抓走，抓走。请请进，关卡关卡，错，关卡关卡关卡。为什么？怎么被害跟那个怎么两个被一起抓？下一位来哦，布莱尼，还要睡哦，有一个左边有一个有戏的了，哇，很有戏的人，嘿，狄龙大哥，你有什么事？我忘了我是狄龙，狄龙大哥，你的屁股一直面对镜头，收视率会掉，镜头在前面，转过来，麻烦你到那边，谢谢。狄龙了，你有什么状况？赶快说。对，我忘了，你们都忘了脊骨。睡哦。抽哦，国标，你当鼓手，而且我第一次亲眼看过鬼太鼓。那是鬼太太在打鼓。这两根放不下了，是是是，它会掉了，没关系，那我要青菜，拿着拿着。一个女女子，她真的是太公主病了。哎呦，她水果有水果皮。他都不吃鱼，头皮屑鱼他也不吃，有鱼刺的也不吃。对，然后鱼刺一碗有鱼刺他就不吃，要人家把鱼刺挑掉。骨头不吃，还有什么？没有公车，搭公车不搭公车？哦，你饭菜凉了，你等他等太久了，他迟到了，然后菜也不吃。饭菜凉了，他自己迟到，他也不吃，所以也不吃凉面。对，哦。整合名义，那就听起来是相当刁钻的，糟糕哦，刁钻的，很糟糕哦。你要控诉的这个人跟你的关系是啊，罪孽深重，有血缘的关系吗？他是我老公上一辈子的情人哦，说可不可恶？我觉得这有必要出来之后让他们来一场，怎么样？额头认亲，额头认亲，是滴血，用额头可以认亲吗？来人，把被告带出来。这一次摇得比较轻了，用力！哎，起立来，小哥，小哥，你起来，我可以救回公主驾到！可以，搞不住就想说公主驾到。希望他是想要晕了，是不是晕船了？哎，我就是因为我比较轻的关系嘛，里面好晃哦。啊没有，我也很晃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刚刚很平静。晕脚，我都晕了。起来！哎，来来来，喂喂，你有没有啊？很难伺候啊！我跟你说，大人真的冤枉。我这个一切都是原罪，长得像，但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人。那你有果皮的，你都不吃、啊、我们不相信。有籽的你不吃、啊、没有，不是不是有皮有籽的不吃，是妈妈就是喜欢全部都做好，然后送来给我们吃。来，你说。没有，你水果你放着，你刚刚说王思佳你吃他不吃的。你一定要剥好，他才要吃西瓜。你要把籽剃掉，还要剃籽。西瓜还要剃籽，籽有多少颗啊？我大人冤枉啊！他只有对他儿子这样做过，对女儿是没有这种。你傻了，我儿子有带把的。那请问一下，谁的儿子不带把呢？对啊，我儿子有带把，你女儿没带把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性别歧视？哦 ，no， 不是的。而且你只要剥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剥完放着，要去叫我儿子跟我老公来吃。什么？他整盘给我吃光了。哎呦，哦，那我觉得很讶异哦。那请问？他吃西卡的时候怎么吃？他不吃，不香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怎么会吃西卡？我怎么会吃我自己？王西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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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
被骗啊！鬼才有事！怎么你在家里还公主病？你对待自己妈妈这样对吗？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对她？你看她一副强势的样子，又有一个律师老公，我要是敢这样对她的话，她已经跟我脱离母女关系了。她会告你遗弃。对，哦，跟你。哎呀，这个厉害哦，大哥，啊不，不好意思哦，其实我跟我爸感情太好了，我在的时候其实妈妈都会欺微，所以他把我赶出家门之后，发现跟爸爸的感情也还是一样，所以就觉得不是因为你的缘故，不是因为我的关系，哦，了解了解。还有衣服啊，像他觉得说，像我今天一上车来到这边，他就一直念你的裙子穿太短，那你裙子穿那么长。对不对？我穿那么短，哦，不是这样子的，狄龙大哥，我不是说穿，那是你母亲。来啦，狄龙大哥是你笑的吗？我现在跟你跪了是吗？我现在跟你们说，我孝女。我现在跟你们说，他真的因为狄龙大走红，因为他有一天在路上，路人是叫他说，哎，你是狄龙哎。我这仔细一看，两个人还真能够额头认亲，真的耶。王思佳公主病发作，无理取闹全曝光。来，我们先吃饭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从南部带的包子，对吗？没有，不敢吃真的。就希望你帮我们特别介绍，就是这一套。我们特别从法国空运来一台，全台湾只有一件的超模款，大哈红酒。他特别做了一个超傲娇的公主病爆发了。